之前文学是什么梗？该梗出自游戏《只狼》的人像剪辑视频，但是沙雕网友们给游戏打上了光头强帽子，把人物模型替换成了光头强，然后竟以这种离谱的方式打开了大家的童年回忆。因其过于离谱的画风激发了网友们的整活热情，由此创作了很多之强文学，例如阁下很强，但是比起我那两位故人还是稍逊一筹，等你有资格让我拿出电锯的时候再踏入这片森林吧。团结屯的樱花开了，而我再也回不去了。知道我为什么叫光头强吗？因为我每杀一个人就薅一根头发。啊，这难道才是强哥的真实实力吗？我以前看的熊出没大概是删减版吧。